生日的时候，我老公送我一张便利贴，上面写的太后卡，只用本卡可成为一日太后。起床的时候我就说，小圣子，本宫起床了。然后他就要扶着我的手，然后扶我去厕所。他就递卫生纸给我，让我开水龙头让我洗手。我就这样走回我的床，继续躺着。隔天立刻做一脸谁呀你？真的一样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小姐不惜地。